给八折，你在忙什么？嗯，我发现他在那边不屌我，还装没看到我。嗯，怎么了吗？嘻，跟我想的一样。喂，我一盒面子。哦、，thanks。为什么还要约我？你睡得抽爽的，关我屁事啊！你在乱讲什么屁话？别乱讲这种话！我们开始吧。这一款也是恐怖游戏，但是我们亲戚房东就他突然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女房客把他弄不见了。我们要来追查原因，所以我们要先跟他们套好交情。为了玩黄油不洗虎烂的男人。Who are you? Oh, wait a moment. Emily is here. Please have a seat. 没想到色局会玩这款。这是惊悚的，惊悚的我喜欢玩啊。这还有另外一栋哦，他在干嘛？还可以趴着哦，累了累了，趴一下。敲门。Oh no, I'm a little busy now. Can't accompany you. 不屌我是怎样？看不起我是不是啊？你在忙什么？嗯，忙什么？他妈不屌我！跟你讲什么趴着？在干嘛？我发现他那边不屌我，还装没看到我。变态！我先回我的房间好了，先回我的房间。咦、怎么有手铐？手铐也有。哎呦！太狠了吧？怎么了？没事啊，问题不大。为了你们啊，我喜欢帮忙人啊。怎么了吗？嘻，跟我想的一样。怎么了？亲一下总在接。喂，靠腰嘞。感觉他在调戏我、哦。更可疑了，更可疑了，怪怪的哦。这里面应该是有阴谋的，不然不可能会那么主动示好。还是我真的太帅了？并没有。I like it though, but I'm a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er. 拿满分呢、啊、Good students. 好啊，老师，我还想要你帮我上课。I'll tell you a secret. I've sweat a lot. I want to take a shower first. 好，我帮你拿浴巾。If you can prepare me baby powder, I'll be really grateful. 原来他是要暗示我，叫我当工具人帮他买东西哦。是这样子搞的吗？要自己走过去700公尺哦，怎么走得到嘛？走人啦！你要走怎么走？根本走不到嘛！走过去也太远了吧？就我爬山过去哦。爽身粉，哇，卖完了，5点货啊，大哥。Do you need anything？ 要滑滑的那个爽身粉。Yep, in the back of the second aisle. 卖完了没？我问你干嘛？ We still have some in stock. Just a second, I'll get it for you. 维拉，在外面又要叫我买东西是不是？硬汉先生买一下。好啦好啦，哎，怎么结账啊？我不会结账哎、欸嗯，我有毛病是不是啊？怎么结账啊？我有30000呢、啊，跟人讲话吗？有你他在哪？他不在里面，我怎么跟他讲话？妖兽嘞！
looking for you. 왜 이래? 오. Where are the toilet papers? 왜 없? 아? 这是谁？靠！我没有要死，我是要移画面啊！不是，我没有要死，我只是要移那个视角。不小心开到枪了，我要往上拉视角。我没有面子。 Oh, thanks. 睡觉，靠！不要干嘛？为什么还要有我？你睡得超爽的，关我屁事啊！森林东边的蓝色房子，说这边，我要自己开车过去啊。 There are some weird locations around here, but he didn't say exactly where. I'm really interested. Okey-dokey. 太狠了！我操！这狗怎么这样啊？我们刚刚测试一下，我们花了1250赚了14.5的好感。香水哦，香水很贵呢。士林香水呢？这个我必买了吧？士林香水，先买这样子。嗯。 干嘛啦？你鬼叫什么啦 ？Will you excuse me? I'll talk to you later. 偷看片片呐、啊，看书，送报，送你士林香水。Wow, you're awesome. Thanks. 52.5哦，好像还不错哎，还蛮多的。大香水。Wow, you're awesome. 还好而已啦，小事情啦。 香水小东西没事，可以喝酒了。要喝什么酒？葡萄酒、白酒。Which kind of drink are you offering me? 给你喝青开 Pipton 1999，喝这支了。So sweet. 看来他比较喜欢喝这个系列的，啊，喝这个。I've got things to do. I'll get going. 花了发，人类，只有维拉，维拉一直追我们，我不想理他。安娜娜怎么神隐呢？找到了。Oh, thanks. Oh. 喝酒喽，宝贝。 Which kind of drink are you offering me? 我这个很多。我再给你喝一同样的。 So sweet. 你在乱讲什么屁话？别乱讲这种话！不玩了，他在使坏，他应该是说按摩背部了，因为他背跟我一样做了会酸痛。不要瞎掰好吗？